怎么就两个人物呢？
他队友，爱不要？
来两个，我们去大村，坐车。需要我？快过去了。我去，没有人！我操！妈的，这里有人！我操！正好你旁边有脚步。我这里有脚步。
帅不帅？走了走了，空投去了，快快快，拿车，走了走了。 再开两把兄弟，我不太信我自己的车技。外围围墙。 还是杀青光，杀完了，在田里面的。
等一下，我去 K 高倍吗？这儿的包在哪儿？那儿包没啥东西，兄弟。不是说有六倍吗？ 哇，撞倒三个吗？好酷！你们有人打狗杂吗？人狗杂杀光了耶！ 我想打狗子，你得把人家杀了呀！你跟我们说有什么关系？别开车贴我！别开车贴我！都是划过来的，兄弟。 那边防区了。
可以，狗打死了，牛批。你们有人打狗的吗？
别人拦的，你干嘛要害我？我不揍，我不揍，你车不安全。 走，那我走。两个破龙，一个六分。我不剁你的。 没有。
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哇，三好，你的声音好磁性呀，是吗？是呀，你没发现吗？依然抽多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继续。要炸了！我掉血了，我上次被炸掉血。最后落是掉一半儿。竟然没人，没人啊！就 M24有人玩吗？
走了。走，咱可以去堵桥，我觉得。嗯，是的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可以吧？我怎么没捡到枪呀？这图这么黑的，你没枪？我马上到，我捡个 M4 没看到啊。你拿的什么？我拿的 K2。这车能装东西吗？可以。怎么装？背包里面东西拖进去就可以了。堵呀！把车先藏。我在车上放了一个步枪枪口。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。要 M4 的可以过来拿，我给你个 M4。我换个 M762。没事，你换吧。我操，这么坑爹吗？这么大的图地方，没一把 M4。哦，他妈，我们这边很多 M4，好吧。多了一批 M4。四号有广东的，找到了。我缺762子弹。桥没人走了，没事儿，咱在这儿等等。
我操！咋搞的？人都过来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我。摩托车被开跑吗？我操！把大车开上过来吧。哎，你们没车吗？有个大车的，在那边放着，你们开上。走走走，上车。前面有人打架，我去前边先看看。嗯，好好好。我们也来了。马路上有个车啊，你开的。有点像人机。在我们对面山上，这个房区是有人的，应该有人来呀。看不着人，走吧。他们在那个对面山上的背坡。走。嗯，要过去。还有一个步枪枪不是一样，给我带一个吧。翻好了，来了来了，在我刚东那儿，在我刚东那儿我放着了，你咋飘着走了？看到了，在那个房区。死了，真死的。后面有个人。嗯。这有个大炮，
后面的人能看到吗？三号别站那儿，小心被侧边，被75那边抽了。75那边有人。后面的人呢？那走吧。好像没。一个神秘钥匙，哎，前面就有个那个密室，那去不去？我没捡。我觉得没必要了，反正举下圈。没必要了，没必要了，举下圈了。对，你俩说的有道理。哦，没72子弹呀！我180，要了可以分你点。可以，我44发子弹。我这边有啊，哥哥，是啊，特点。我觉得那边还可以架一下，他们还没进来啊。
这个房区有没有人啊？那边的房区，往右手，就看一看吧。底下有人？应该没人。 我去舔一舔。嗯，你去吧。 有人想冲咱这边，嗯，我看到了。这边如果上来，我一个挡不住。没事没事，我下。没事，咱俩看这边，然后你们去看一下山上。四号那边的应该就是这个车开过来了，他们刚打完架的。 至少还有两队。然后这边刚才有人开枪的，应该有人呢。我们待会儿直接过去打他嘛。
一号标山后边那儿有车。哎，这个圈刷到我们这儿了，可以啊。开心不？我想想驾驶就可以了。要打血，准备开战。嗯，过来一个人，跟我干海地石头。我的妈！哎，无人。怎么出去了？有个有问题，我在这儿，他知道我位置，穿我。还要冲了吗？有人冲了，冲我这儿。支持了是吧？三号过来。嗯，那个。我们外面围墙架了，我扔了呢。